对啊，骑脚踏车，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那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四月三十号的晚上。那这个月呢，我的减肥遇到了，也不能说障碍吧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月弄了一台脚踏车，然后就可以骑，然后就可以载着偶一到处跑来跑去，到处玩。然后呢，因为每天晚上都会骑脚踏车带偶一出去玩嘛。所以就是骑车出去，然后就会觉得很累，然后反而会吃宵夜，所以我的体重没有变少，可是也没有变重，所以我们这个月可能要减少宵夜的量，所以现在呢是 89.8， 才瘦了 0.3 公斤。对啊，这 0.3 可能那个多拉一坨屎就没了，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变瘦，所以下个月就是五月继续努力。我在想要不要比如说去弄个什么针灸，针灸中药埋针之类的，对，就是看有没有别的方法。然后也是少吃多运动，然后运动完不要吃更多，就这样，我要减肥，拜拜。